操，我是名侦探柯南，我一看就知道咱俩一样。我现在就一直在种树，然后什么都没干。好，我可以坐床了，我先睡觉了，拜拜。我去，操，我的呢？你睡地上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个房子出来了。木头，用石头做吗？木头。看我浪费这些木头，多厉害！你知道怎么做房子？操，你别睡。我躺在床上看你睡。躺在床上看我睡。对，躺在床上看你做。天，你知道怎么做房子吗？不知道。你怎么叫不知道？你怎么做房子？看你的头，你手上箭头指谁？你的小黑像你宠物一样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几乘几啊？二乘二的。啥？里面是十一乘十一吧，也就是十二乘十二。外面就是十二乘一二三。你木头够吗？五六七八够了应该。九。那就好。十。十一十二，做正方形不好看吧？对，像棺材一样。对，那就。长方形吧。长方形十二。更像棺材一样。更像棺材，对，应该做。就是边缘有点斜的，然后旁边都是直的那种，那更像棺材了。别墅，做个别墅吧。我现在在做呢。所以十二乘十五怎么样？还是十二乘十六？十二乘十二等于144。十二乘十六吧。十二乘十六等于。算不过来了吧？哈哈哈哈哈。对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14、15、16，就差不多这样子，你觉得呢？我操，像棺材一样，蛮好的，挺好的。木头估计不够吧？我觉得12乘15比较好一点。你去做一个平面吗？还是做房子啊？十四，就这样，14、12乘14，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。我估计木头肯定不够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挖了呀。二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说实话，这是我在玩 Minecraft 第一次做个房子还要算数了。说真的，从来没算过数，因为我，你懂，我不会，不知道怎么算。那个，而且不是十二乘以十四，不是144格，那个只是一个平面，是144格。也要不止144个。我觉得你没在听我讲话。在。没在听我讲话。在。低调，低调。听我讲话也不要说出来，你这种人就不对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你。我起来，起来了。你有刚看我什么动作吗？我刚看你冲过来了一些。对，然后我蹲了下，满脸杀气，对吧？有杀气。对，我打算杀掉我的子孙，你懂了吗？你为什么不帮我？给你点木头，天，这看着我很诡异哦。木头掉下去了，为什么不去捡？飘上来了，飘上来了。木头呢？没掉下去，在我手上。啊，吓死我了你！你给我21个木头啊！完了，那不是那个，完了，我们少的就是4个。不要去捡了啦，会淹死的。然后你21个木头也没了，傻逼。哦，没有啊，看不见。对，已经掉下去了，没了。不要想了。我在种点树，天，这树长了已经。不然不够啊，没办法。嗯。烤起翅膀。我喜欢吃。是为什么喜欢这个歌？这是我男神唱的歌。真的？你的室友？不是。彼此的天使。完了，我放错了。你个屎！还说是艺术生，这还叫艺术生？啊？对。这你美声的吧你？对不对？
没事，来唱歌。不是，其实我本来想考那个音学音乐，哎，完了就放错了。那然后呢？你为什么学艺术了？然后说，人家说艺术好考，美术不好考。所以你就考，你太没志向了。艺术好考就考这个，哎天！艺术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。你当时不知道怎么想，然后你现在一直读到现在。对。比尔盖茨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，怎么读大学了，然后他也不读了。然后现在很有钱是吧？对。然后多高啊？三层还是四层？四层吧，要大气一点，对不对？对。等把这个铺出来，我们再修改外面的东西。哦，没木头了，天！怎么办？那就是就是这样吧，反正海上也不生成怪物。对，先放几个火把进去，防止生成怪物。我们还需要放那个刷怪龙出来什么的。你为何这么屌？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刷经验的啊，什么这些东西。然后我突然耳鸣了。我耳鸣了，是路多了。路多是眼花了。哦，我眼好像有点花了。那完了。完了。我要喝杯咖啡。啊，我这是水还是咖啡？天。咚，我感觉好多了。瓶装咖啡到底是谁发明出来的？太厉害了，你不觉得吗？冷的，冷的。知道，像我这种人很没品的，对不对？从来不喝热咖啡，就随便外面买个5块钱瓶装咖啡就喝了，是很屌丝。还行，比那个在公园里拿着收音机散步的老人还要屌丝。如果他们觉得这样子自己很高端洋气上档次，是不是？对，而且喇叭声开非常大。对，拿着一个用英文写的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一个收音机，哎看，哎洋货，你看洋货，放了烤鸡之后，我喜欢吃。真的假的？放这首歌，放月亮之上。月亮之上是什么？凤凰传奇唱的歌。甜蜜蜜，你笑着甜蜜蜜，你笑着甜蜜，你听懂了吗？黄曲这首是吧？对，是黄曲。我们的小麦到现在一个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为什么没长？玩意儿钓鱼吧，钓鱼岛，这叫钓鱼岛。对，钓鱼岛，那上面放个比利时国旗，然后就有国旗争端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当我在历史课上说钓鱼岛是比利时的时候，然后历史老师就说咦，来跟我走，下课跟我走。诶，下来跟你走哪里？办公室，我们谈一下。 对，我们谈一下。咦，你肯定是误会了，独裁者怎么会是 B 呢？对不对？小伙子可以的，这样应该挺好的。接下来什么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什么东西？滴滴。不是我，我中突然开始自动报时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爆炸。对。爆炸到底是？你想想，爆炸之前，啊、爆炸之前倒计时如果是这个样子的，赶紧把你的高配电脑扔掉了，然后赶紧跑吧。的的的的。嘣的的的的，我走掉了，好像好尴尬。嗯，吃的问题还没解决。对，其实前面是有人进来了，然后那个挺尴尬的，对不对？在他面前说我正在说的话，他还没把门关上。然后谁呀、啊？我女朋友。哇，我哥。他是不是玩撸啊撸了？开始？对，他开始玩了。我先去把门关一下。嗯。哇！就在我戴起耳机的那一瞬间，就是那个耳机突然划了我的鼠标，然后我做了个华丽转身。然后头上面那个手指都把墙扇到了。啥？啥？你用的同一台电脑吗？玩的游戏？啊？
我和我哥用一台电脑，我现在在玩 Minecraft，他在另一个显示器上玩 LOL，是怎很么厉玩害，呢？很厉害啊！怎么高玩科呢？技你不要懂，这是英伟达最新技术。我是内测人员之一，你不是要吗？拽，你不要拽，你不懂，我不懂。你不懂，你就是不懂。哎呦，怎么掉下来了？嗯？你为什么要掉下来？神经病啊，你这人！B-box，砰砰哧，好尴尬，我已经听到口水瀑布的声音。我没有口水，我捂着嘴，我没有捂着嘴，我骗你，有可能，因为我看我那个显示器上已经滴水下已来经，了。他们说这是液晶显示器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液已晶。经，我应该做个装备。不会，你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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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我是很二。死了，对，你为什么要带个护膝啊？不是啊？你换成原始材质包或者原版高清，然后你看你我。想减肥皂吗？天，你看你用原版高清看我。原版高清是那个第二个吗？Faithful。好，等一下，现在正在下载中。估计要电绝脑对要很卡了。二，像我厨房阿姨一样那种，食堂阿姨。天，看到了吗？围裙啊，对，就是你想想，学校里那他些们食堂阿姨，一直要吐痰，然后他们周围找不到垃圾桶，他们吐在哪里？想想吧，孩子。不是吧？你说呢？他们一直就对不起，那个屏蔽掉，那种声音你懂的。然后，你觉得他们会吐在哪里？很明来显，咽下去。我没想到这一点。然后他们打喷嚏，从来不捂嘴的。你觉得他们会打在哪里？咽下去，好恶心啊！我不去食堂吃。咳嗽的时候也从来不捂嘴的。你觉得他们咳在哪里？不想知道。你觉得他们上完厕所会洗手吗？你吃到过多少虫子和头发？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吃到过老鼠的吧？真的假的？不是我，吃老过烟鼠？头老鼠，烟头老鼠，烟头，烟台，那是个地方吗？对，山东那边。山东，好像不像，是很不像，好尴尬。还行吧。还行吧。还行吧，现在让我越来越尴尬了，有点想撞死我自己。但是想起你那故事，我觉得自己怎么尴尬。见那个，过。你那故事传奇。我们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甘蔗？可卡因吗？甘蔗可以做书，然哎，后，我们有羊，我们可以得到羊毛，所以我们可以开船。对啊。哎，船不需要羊毛啊？需要要做气球，需要羊毛和线，哦，所以我们现在一般只需要等待天，然后等这些东西发育什么的，也没有骨粉，骨那粉被么我用掉了，手贱用掉了。有可能到下一集这些东西都生长好了。那么这一集我们就差不多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你次再看我，见。没拜问拜。题，哪里？这边。哦天，你已经做好了，我的意思是飞船，不是这个船。对啊。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，我们再见，嗯，拜拜拜。拜拜。